从一早开始，新北市淡水就像这样塞塞塞，整条路的车几乎都动不了。虽然周末塞车是日常，但这天似乎塞得有点严重到不太寻常。塞车原因大公开，是因为有出殡队伍经过，人潮绵延数百公尺，甚至队伍满出来只能挤到捷运站前。原来是有无党籍议员家中办丧事申请封路，蓝绿大咖致意阵仗大，也让淡水塞爆。其实这名议员他是有向警方来申请路权，但看看淡水每到周末就会塞成这副模样，再封路下去也引发了民众反弹。这回申请路权的路段在捷运竹围站前方民权路周围，当中有约300公尺封路，让阵头待命。队伍占了外侧车道行走，六线道少一条，再经过民生路、民富街等路段，就让淡水市区、官渡、八里交通瘫痪。一路上敲锣打鼓，队伍经过竹围大街小巷。这回淡水警方派出90名警力到告别式现场警戒并疏导交通，而议员也在脸书公告，出殡这天治丧队伍较长，5号早上10点到下午2点，民生、民族、民权、竹林路段民众用路不便，要大家见谅。塞得很严重，塞好远哦，基本上就是全线回堵啊，2-3个小时一定有了。其实桑家有提交通疏导计划，警方才核准封路，但天气好，赏樱人多，加上提早扫墓车潮，也让在地和外地人又见识到淡水这塞车威力。 TVB 的宣传梦远信不知道，掌握全球情势，国际新闻全新选择 YT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